妈的，今天就去了。哎，我闪现 A 好了，我是误的，这波兄弟们，我真是误的，我这波闪现 A 我还死不掉。你们知道吧？我闪现 A 死不掉的，我。这个鞋子山好高啊，不过还是赚这波，但是我只有拿两个助攻，我好亏啊！我闪现 A 我死不了的，我被他闪现给 A 死的。我好亏，这不投不是我的，我好亏，还是抓下吧。南枪这个英雄就是你下路，这么说吧，下路真的总有机会能抓到，但是你抓上的话，很多时候就没有机会，去上只能灌改。下路的话，大部分情况都有机会的，可能第一波没机会，但是第二波就有机会的。第二波是怎么都有机会的，只要你想抓，只要能抓，总有机会。抓不了可以越。第一波是因为伤害不够，然后塔也扛不住，所以说第一波对面满血的话，塔下一锁是没办法的。但是第二波的话，伤害起来了，然后也肉弹度起来了，往塔下一锁一直消耗就行了，消耗到一定血量就可以越了。湖北孝感，武汉的旁边，离武汉很近啊。不知道是不是离武汉最近的地级市，你们可以地图上面看一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发展不行，像那个什么，还是那个什么，是浙江那边是吧？浙江那边爽，那边的地级市发展都好。我们这边湖北这边就是那个，就武汉、襄阳这两个，那其他的地级市都一个比一个了。好像恩施，那是恩施还是什么？还是宜昌来着？还有一个副省会来着。那个地方我没去过，襄阳是个副省会，襄阳发展比我们这里要好太多了。这四级一去上就是头，这种是最难搞的。也就这个分段啊，等这个分段打过去就好了。这分段是这样的，抓一抓就是头。替他们也去插个眼啊。觉得走运吗？可以抓一波下是吧？冲动反蹲一波，他这波可能要抓。还好把他杀了呀，我操，不然亏死。这波他把辅助来了，我真没想到，这个逼辅助来了。麻烦不断，还是星矢啊，星矢，不要直接收集者，直接收集者他妈太拉了，我真他妈太拉了。这个装备低剑收集者好拉，上马不出低剑，不出收集者我感觉不会，上马还有不会那么容易输。我操！怎么追这里来的？这边打野好肥呀！
来来来来，把他杀了。确定能扣到的时候再放。不走是吧？这是密室。不急啊，等那个机器人来。我还有大的，但是这波稳杀的人就不要放大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小能打不了的，能打吧，兄弟们，打一下吧，好吧，打一下吧。我两个成绩打，这边眼都已经做好了，这边好像应该是没有眼的，我这里插的是真眼，上的野区可能有点危险。这点血我就不去参与了，回家吧。觉得走运了。哇，他不摆这个人眼，好兄弟啊，这不摆。这波上路野区有点小危险。哦、他应该他也杀不了我，他只能把我野怪偷完走。把上路也是反的，他人在上面。来来，把他杀了杀了。不是很好反的，走吧走吧，那个他的野区不反的不反的，就这样吧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对面打野啊，对面打野就跟上把的我一样，就这样的，很绝望，没什么用。他能怎么办？他也没办法。闪现躲到那个台啊，把他操到一把。这个飞机不来他死了，飞机不来他死了，我操。
野区也不缺男的，现在没拿 buff 无所谓啊，野区不缺男的，就需要红 buff， 红 buff 打架也变强，然后 gank 也变容易。多去跟那个机器人联动，多跟机器人联动，机器人去哪里我们去哪里。他这个装备能操作，这波配合好烂啊，我和他，不过还好结局是好的，牛逼，这个血人伤害是真高啊，多跟机器人联动，你们中期不知道怎么玩的时候就多找一找那种有控制的，特别是有控制的联动，知道吧，特别如果辅助有控那就首选辅助，如果辅助没控那就看别人，多跟他配合，比如说中路兵女的时候就跟中大兵女一个道理，就跟以前的中大兵女一个道理。看这个机器人的位置，其实还有雪人也可以联动，知道吧，还有雪人，但是机器人是最优解的，因为雪人他要需要对线，这对面打野不就跟我一样吗，是吧，跟上把的我有什么区别，一毛一样，上把其实我玩的比他这要好一点，我绝对要比他好一点，但是 区别不大，那觉得好有什么用，队友被碾压了，他想压过去，哎，好像有人敲门，哎，我出去看一下，我出去看一下有什么事儿。